我想死你们了。妈也想你啊。没想到瓶子挺要强的她，见到爸妈以后又变成了小孩子。诺，妈给你点了你最喜欢吃的白灼虾，快快快，快捡起来。就知道妈最疼我了。我爱吃，那我给你留着明天吃啊。哎，小诺，你的手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欺负我闺女了？爸，那是。爸，你干嘛呢？这个啊，是我自己吃罐头不小心弄的。那她也有责任。我闺女嫁给你，你就让她和你一起受罪吗？混到现在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。妈，你别说她了。我们啊已经准备买房了，他每天为了这个家工作应酬，真的很辛苦的。你们家当初答应我嫁给他，就应该相信你们女儿的选择。是啊，她原本在家也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公主，为了这个家学会了省吃俭用，把一双擅长化妆的手变成了操持家务的手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她。好了好了，只要你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的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在做美甲，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呀？快帮我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不太懂，回头我让我老婆帮你看一下吧。吃饭那会儿为什么一直帮我说话？这你就不懂女人了吧。我平时是啰嗦点，但是我自己的男人只有我自己能说，任何人都不行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跟爸妈说我们买房了？我昨天就要跟你说来着，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攒出来的呀，攒够了。跟我这么多年挺苦的，认命吗？穷苦的人又不是我们一个，生活是自己的，看法是别人的，我们生来可不是认命的，我们是冲着翻盘来的。路人路上回望我，只因我的怪物。